服务员是忙忙碌碌，我看这边一桌子吃的还挺带劲儿。你好，大哥，你们也过来吃来了啊？哎，大姐好，您是哪个小区的呀？是？我们海运阳光的。海运阳光的是吧？啊，您是海运阳光哪一年买的房子呢？我是2015年买。2015年才买吗？啊，你就在银滩就这一套房子？啊，房子，哎呦，挺多的啊。檀香荔湾有两套。你是我檀香荔湾的啊？我咋没见过你？你不是在那住吧？2-15，我以前在那住，现在在这边，什么大拇指跳舞啊？哦，你喜欢跳舞啊？哦，檀香荔湾有两套房子，两套是几层啊？一个是4层，一个5层。哦，现在卖不卖啊？不好卖，现在。现在来说卖就是赔点钱。哦，金滩那个挣点钱。金滩你也有房子？金滩也有房子？金滩两套啊。金滩两套啊。你卖了已经？没卖。那你说挣点钱是什么意思？那方现在就是比刚开始买的时候，现在能赢点利。哦，那金滩买的时候多少钱一？金滩买的时候是在4000多。4000多，现在的市场行情，应该再卖5-6千吧？哦，现在是5-6千，二手是5-6千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你是就是说，银滩也有房，金滩也有房，银滩有3套。银滩哎呦可多了，几套你就说说，透透透。房还大小，嗯，这有7-8套。你就四个啊？哎呦，你这是真这么厉害？你买那么多房干啥呀？你是要炒房的是不是？我说到这儿来，现在干什么？都不容易，不是让人蒙就是哎，反正买几套房搁在这儿。买二手房也便宜了。你是不是有意识入套的，还是被别人骗了买这么多房子？没有，没骗，是自己主动买的。对对对对。你最早买房子是哪个小区？最早就是海阳光头一套。2015年。啊。那才几年过去啊？才7年呀、啊。然后锦绣花园这儿。锦绣花园也买了。啊，还有那个皇冠假日。皇冠假日也有。天海人和。哦，那你把钱都不存那银行？富海花园。都存房子了。嗨、哎。那也不贵。房子那跌了以后，对你来说，不最近不是房价不是往下走吗？咱们买的走的二手房，白菜价，你买完了，有走有升啊。明年10月份，高铁一通，你压那个高铁那保的，疫情一过去，完将来鲁山那个，鲁山口这大桥，不青岛也方便了。哦，这样子的，应该还得回升，还得回升。你的意思是？现在暂时是这个低谷，哎，但是将来还能回升起来是吧？国家政策又3胎又5胎的，啊，随便生哈，啊，对，都奖励，以后的刚需还是少不了，刚需少不了。您觉得银滩这地方怎么样？银滩这地方你评价一下？可不错，是冬天暖，夏天凉，跟我们北京、天津的气候正好相反。您是北京还是天津的？我是北京的。北京的啊。哦，北京的。北京是冬天嘎嘎的冷，夏天是热呀。那你在这住过没有？过过冬没有？在这个银滩这边？我在这边，我这几年几乎一年得8个月到10个月。8个月10个月，那冬天也得走。冬天最早就是头春节，过完节再回来。啊，过完节再回来。啊，哦。到这儿也是。嗯。哎，一说这火锅，头几年看不见。嗯。这样陆陆续续有今天，哎。今天我一看这穿沙袜子这儿还挺不错的，鸳鸯锅有重庆味道，也挺浓的。哦，再来吃饭。大家我们一家子的嘛哈。啊，这是姐姐。啊，这是这是嫂子，那人。这妹妹啊。啊，当地的哪个？鲁山市里的。朋友是吧？朋友。哦，还真行，看广交朋友，广结善缘呀。对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信佛吗？带了一个佛珠，还可以吧？啊，还可以是吧？上午带了。哦，这个你觉得银滩和金滩有什么区别没有？你对比一下。金滩它就是比较现代化啊，它工业、教育，嗯，它学校什么的，学校很多，对，医疗几个大学，感觉比较不错，每个大学还有实业挺多的。它有点工业气氛了。哦，咱们银滩这儿来就是养老，就是养老。你看那60后吧，将来大面积爆发。嗯，哎，市里的待不住，就有上这儿来，就眯着来了。哦，那你觉得在金滩舒适还是在银滩舒适啊？平心而论，按养老说就是银滩。银滩好，在全国。嗯，反正我也北海也没少去。哦，海南也没少去，就是这儿好。这儿好，比
比这个北海也好，比那个北海银滩也好。对对对对。比那个海南的，那海南的夏天没法待，太热了。海南冬天也是，你看海口吧，咱也老去，熊海这边噼里啪啦也老下雨，一天下雨滴着了就晴了，老是潮湿。到三亚是什么呀？倍儿热。三亚倍儿热，受不了。对。所以说感觉走来走去还是这儿，就选择在这儿，就是说你的宝大部分都压在银滩了啊，都压在这儿了。这儿离家也近，离北京也近啊。对，开车700多公里吧，七八百公里。对，平均750吧，750公里啊。对，你有什么事儿，连夜开车就能回去。你要到海口、海南、广西就不行了，还得赶车子、坐飞机，你还得赶这班子。对对，一弄也一天。那还是这儿好。哎，大姐，你看你老公说你家有那么多房子，你不怕你不把自己的隐私都说出来了？这几万块钱一套不算啥是吧？有的人很介意，就说你看你怎么把家里人露出来呢？他在瞎玩儿，他喜欢玩是吧？大哥喜欢玩，我看兴致很爽。你看这多好，这是这是那个什么，这是菩提子吗？不是，是柬埔寨的。哦，什么凤梨木？那我真不懂。对，挺好，喜欢这玩，喜欢把玩这玩东西。对对对。哦，这饭菜行吗？这个？不错，重庆的味道。这个挺浓的。关键是价格怎么样？我关心。价格挺实惠的。挺实惠的。一人平均就40-50。这么丰盛，平均40-50，也就是100多块钱就搞定。对对。会一顿。对。对，大姐，您是从市里的。市里也常下馆子吗？是吧？是啊，经常出来吃饭的。您觉得咱银滩这家怎么样？口味非常正宗。这就是重庆火锅嘛。然后味道也好，包括食材呀，这些怎么各方面都比较好的，我们经常来吃的。你也经常过来吃啊？看来你也是经常往银滩跑，有业务。都是好朋友，都是好朋友啊！老板呢都也熟悉嘛。然后我们没事经常都到这里来吃。这样子的。在市里的正宗的火锅还是属于这家，来对比来说，是川霸子的火锅味道比较正宗。看来你这个从市里的比较，那比较的范围比较广了。我们银滩，兰兰妹妹在鲁山市算大姐大。不是大姐，那么厉害，是不是？别说了，你这夫人不是，大哥有点抬举妹妹了。没有。好，谢谢大哥。好，谢谢啊，你们慢慢吃的，打搅你们了啊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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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